哎，拿回家。敢不敢去快乐向前冲迎冰箱？开车一共7个小时，直接干，出发！加油！真辛苦啊，有脚就能过。小小冰箱，拿捏拿捏。观众们，快乐向前冲，小小冰箱，拿捏拿捏。加油！晚安，马克巴卡。目标就是冰箱，不是墨水。喊口号，冰箱拿捏拿捏，干事一定要。哎呀，我答应了，等我上去，我告诉你技巧。这玩意儿我看明白了，你越嚣张，这跑步就越快。你上去先装孙子，趁他不注意带跑，报应的。我平时没见他脑子这么灵光，你最近吃错啥了？瞎说啥？快来冰箱，咱们一起玩，走。行，行，咱们一起了。不是我那不寻思拿不到冰箱，我抱个球回家吗？哎呀，俩人看《孙子兵法》呢，懒得跟他这种没文化说话。玩个游戏啊，120次抽奖有好东西。不是你当我俩是傻子呢？这书是白看的。就是啊，你要里边放一个谢谢惠顾，我俩不亏死了。这人呢，没事就得多看看书。免费给你俩抽一次。免费，来一次。97根金条，满100根换500块钱，还差3个就能换500了。玩吧，100抽一次，来一次，给。2根金条，还差1个就能换500了。来，再来一次，直接赢到500。9根银条，满10根换1根金条，还差1根银条。来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抽。这8根铜条，满10根换1根银条，还差2个铜条。你这样，咱俩来2次，直接给他一步到位。空调1根，还差1个。幸运星2颗，满5颗换1根铜条，还差3个幸运星。直接来3次，这500，咱俩势在必得。幸运星1个，幸运星2个，幸运星3个，来，成功换500，拿钱。给你500，自己的套路啊，他都没玩明白。你这里边要是放几个谢谢惠顾，那不血赚吗？这个脑子呀，我赚了呀，我刚才500，现在700啊。我俩赚了500，还没反应过来呢。哎呀，就你这个脑子呀。啊，不对吗？500。呀，还看孙子兵法呢？俩书都拿反了，书拿不拿反？就我俩现在智商呀，已经无人能敌了。那咱玩个游戏呗，来呗。哎呀，一个很简单的生活题，这个空应该填什么？答对我给你俩200，答错你俩给我200。6，这么简单？这人啊，就得多读读书，还想套我俩200？不对。啊，不是，这12345，这13524，的就是6啊。生活题，生活题的12345后面也是6呢，不能还是10啊？就天问老来，这也是6，不对，应该是 R， 不是，咋能是 R 呢？不是这。啊！哎呀，还看36计呢？不是都是文言文，你俩看得明白吗？咱玩6计，你说5遍有啊、有。抛砖引玉啊，那个你和猪有区别吗？啊，有。哎，对，不是你那说没有啊？啥呀？我跟你俩玩一个，你俩重复我说的话啊。这多简单呐、白色，白色，蓝色，蓝色，草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哎呀，来个声东击西，早都被我俩识破了。这人啊，就得多看看书。不对啊，哪儿不对呀、啊？再来啊，记住重复我说的话。啊，白色，白色，蓝色，蓝色，草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不对。不是草，不是绿色，它是啥色呀？不对啊，哪儿不对呀、啊？哎呀，两人看了《孙子兵法》了，不是都是文言文，你俩看得明白吗？你这样，咱玩个游戏，拿出200块钱，凭啥呀？你来吧你，你看我再放里头200，这是不是400了？啊，先礼后兵，我用这300换这400，你愿不愿意？这行啊，出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你俩笑啥呀？你这智商，这人呐，没事就得读读读《孙子兵法》。不是，我这200，我现在300了。我俩400。
我二百变三百了，还三百，我俩四百。哎呀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就你这智商呀，都不配跟我俩玩儿。啊，不对吗？你干啥呢？雾山山晃晃悠悠的。我正在练习泰森是中版闪躲、你俩这辈子都打不到我，你有病吧？可是你还不信？来试试，来试。别动啊！来，开始。这不是吗？哎，待会儿小游戏啊，看反应力的打脸挑战。你来打，你来打。不是，我还没说开始呢，你这是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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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太牛了！我服了，我也一下能打到他。行行行，来，开始。这下挺狠的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再来！要不咱别玩了。不行，我今天非得打他一下。不是，要不咱换个游戏，换个游戏，也是算反应力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让水瓶动起来，然后你躲他。这多简单呀！来来，试一试啊！来来来来。啊，开始！哎呀，反应挺快呀！哎，这也太简单了！好，三星日女、这不肯定吃鸡了吗？你等会儿啊，我教你怎么开日女护盾啊！这个咋开呢？咋开？咋开？选中日女啊，然后按 E。我操！ Patience is key。今天用蒜瓣装进山竹里。哎呀，真香！整整他俩。哎，我妈从南方给我邮了点新品种山竹，来尝尝啊！哎呀，这可老贵了，我还没吃过呢。这你都没吃过，我经常吃，尝尝啊！哎，这咋这么涩呢？这玩意儿还要扒皮吃，你不是吃过吗？这都不知道，我忘了，好久没吃了。哎呀，我都给你俩扒好了，惊喜来喽！哎呀，这狗肉这么白啊！哎，怎么辣？这是新品种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你经常吃是这样吗？哎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脆脆辣辣的，这不是一般的水果，味道肯定特殊啊。确实，再品品。哎呀，好辣！这个味道怎么似曾相识呢？你就是吃不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山竹对身体好处可多了。哎，我听说这玩意儿还补肾呢。啊，这样，我再来点。我也在吃。要不别吃了。哎呀，太辣了，我可不吃。这高档水果果然不是我能吃的。哎呀，你就是吃不习惯。我都吃了吧，浪费。哎，等会儿。这是啥呀？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是蒜皮，这是大蒜呀？山竹大蒜，好吃吗？哎，这太阳穴怎么转纸啊？这呀？哎呀，你这样，不对呀、这是。哎呀，你俩看着啊，这样，然后这样。重点来了啊！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完了完了，CP又少了。玩着原神，还看着成龙历险记，还没完。这边看着乡村爱情，这边看着海绵宝宝，手里还不闲着画画呢。不是你能看得明白吗？还画的啥呀？派大星？派大迪。啊！哎，我用草神带着刘能阻止我们去打铁老板，对方屠夫咒开加速了，战局很焦灼呀。啊！哎呀，没打过，不是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偏魔方抽个新角色再打。哎，你咋还用找偏魔方呢？哎，抽到了五星角色谢广坤。哎，不是你会打台球吗？你啥也不懂，瞄准好白球这个中心位置，然后控制好出杆的力度。哇、哦，这么专业。然后出杆。你废物一个。等吧，来一局。等。洗个没劲，刚才忘擦粉了。
你等我擦擦粉，一会儿一杆给他烧了。这么专业呢？必须的。我靠，擦没了。非得耍赖，就不能好好玩。你耍赖，让你耍，让你耍。哎呀，好啦，知道了，好好玩。进了吧？可以啊，有点实力啊。不能好好玩。哎呀，最后一球了，实力还是可以的哈。我用实力赢他。走。哎呀，劲儿小了，我要赢了。哎，我中午剩了一半草莓，你俩吃了吗？哎呦，咱俩给忘了。啊、这，我操，你有病啊！这一半草莓是这个一半吗？真是，啥也不是，还是我给你俩煎煎蛋吃吧。哎呀。这个香啊，这个、给你俩翻个勺。不是你能行吗？我经常翻。完了，这回鸡蛋也没得吃了。没事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哎，你这卖相也不行啊，还是吃我这个吧，酸辣粉。这个多香啊！不是，我俩个呢吃不了辣、啊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哎，这就好。来，咱们谁是卧底啊？卧底做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啊！我先来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很喜欢，没事就在练习。现在年轻人都喜欢，但我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做，可以锻炼自己。啊，你喜欢在家练习啊？不是，你还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啊？怎么了？没看出来你俩怎么还有这种奇葩爱好啊？这不很正常？那你俩都这样了，其实我也挺喜欢偷偷尝试的。我觉得不同的姿势发出来声音不同，很好玩。对，而且节奏感很强。啊，不是，这有啥节奏感？不就是嘟，嘟，不是这玩意儿主要是太臭了。但其实啊，我还挺喜欢闻的。啊，这还能闻？你啥呀？不是，你俩啥呀？说唱啊！我看你，哎，我也是说唱。咱仨一样，跟年轻人都喜欢吧。我不信。我刚找一动画片，叫《能出没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操，你不认字儿啊？人家叫《熊出没》，还能出没？你这个呀，都是小孩看的。你要看呀，看点经典的。我之前就可爱看《七个爷爷和一个葫芦娃》的故事，叫《葫芦爷》。你俩是一个比一个没有文化呀。那个叫葫芦娃，这七个葫芦娃和一个爷爷，你说反了。再说了，你这也太热血了。没事就看点温柔的。我记得有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的动画片，叫我想起来了，叫《非诚勿扰》。哎，给你俩看，我刚买零食，叫土地价，可甜了。我操，你不认字儿啊？人叫士力架，土地价。你这个都是小孩吃的，你要吃吃我这个鸟江榨菜。哎呀，你俩是一个比一个没文化，人家叫乌江榨菜，还鸟江榨菜。再说了，吃榨菜你得配泡面呀，你要吃泡面你就吃我这个康帅无啊。过年回家你俩给爸妈买东西了吗？我给我爸妈买了两个貂，他们绝对喜欢。我操，你有病吧？你这回去过年还不得被撵出来呀？还两个貂？你要买，买点有面子的。我给我爸买两条滑的自行球，肯定有面子。你俩这是一个比一个大孝子，人家滑子是抽的，不是刷的，而且你这个酒是去腥的。再说了，你俩要买啊，就给父母买点茶啥的，养生还健康。哎，还得是我送。不要太火。哎，这你干啥呢？啊，我跟我朋友打电话呢。啥？你手机丢了？不是，你这什么脑子呀？你别着急啊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哎，我手机也找不见了。哎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吧。嚯，真细心呀！必须的。您好，正在通话中。完了，这我手机也丢了，服了，我挂了啊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刚才在。哎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嚯，真细心，必须的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。正在通话。完犊子，我手机也丢。哎呀，哎，我手机呢？刚才还在兜里呢。哎，你别着急，我给你打个电话。哎，嚯，真细心，必须的。我操，
占线，全完了，咱仨手机全丢了。这手机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刚买的饮料，满满的都是梨味，叫冰糖雷梨。我他妈不认字儿啊，人叫冰糖雪梨，还冰糖雷梨，有文化但不多。你这个呀太甜了，你喝喝我这个。茉莉抽茶，你俩是一个比一个没文化呀！人叫茉莉柚茶，还茉莉抽茶。再说了，你俩这都是小孩喝的，你要喝呀，喝我这个，旺仔牛。我中午给你俩留了一筐馒头，你俩吃了吗？哎，我忘了。我操，这不零食吗？还摆上了，你真贤惠呀！你这个呀也吃不饱。就是。你俩要吃，我给你俩做包装面吃。你俩真是一个比一个贤惠呀，这玩意儿能吃刀削面吗？再说了，这玩意儿吃了也没啥味儿啊。你俩要吃啊，我给你俩包水饺吃。哎呀，还是我贤惠呀。哎，我刚买瓶水叫农大山泉，还有点甜呢。我操，你不认字儿啊，人叫农夫山泉，还农大山泉。笑死我了。你这个呀没啥味儿，给你尝尝我这个永动。你俩是一个比一个没文化呀，人家叫脉动不叫涌动。再说了，喝这个没营养，你要喝喝我这个六个核弹。你俩是不是偷我准备过年吃的火龙果了？没有啊，我不喜欢吃的。你都吃一手了，还说不是你吃的？你看最近咋不吃呢？手多干净。主要我吃火龙果过敏。气死我了，今天必须整整你来一下。点个外卖，加点芥末，再来一点，来点海克斯麻油，调个秘制饮料，放在门口。谁呀？谁让你来了图书馆？哎呀，冲到瓜子，感觉嘴都不是自己的了。让你俩长长记性。哎，我不行，有什么可以喝的吗？太麻了。有这么紧吗？这也没喝的呀。哎，这杯可乐。哎，不对，这个老酸了。四饼，我上听了，明牌给你们打，就胡二条。哎呀，你胡二条感觉有点悬呐。哈哈，杠二条，哈哈，让你胡。发财，他还明牌，九头胡不了了吧？胡了。不是二条都在我这儿，你胡什么胡啊？二条，我操！这是极乐鸟，这是求偶的极乐鸟。哎，你俩干啥呢？我俩研究这鱼缸里的鱼能吃，我俩准备抓一条。哎，你俩哪能用手抓呀？用这个抓多方便。嚯，真细心呀！必须的。再说了，你俩吃鱼得配辣根儿啊，辣根配刺身才好吃啊。嚯，真细心。哎，最近你干啥呢？哦，我刚买了橘子，准备数数有多少个。哎，我帮你数吧。嚯，真细心呀。必须的。一个，两个。哎，你拿着数怎么能数得清啊？你放下来数呗，我帮你吧。嚯，真细心呀。必须的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哎，不是，你这样数哪能数清啊？你应该倒数来数。我帮你吧。嚯，真细心呀。必须的。好，哎，我帮你吧。嚯，真细心呀。必须的。一三五。哎，你俩这么数哪能数得对呀、啊、你得顺着数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、要不用计算器帮你俩数吧。嚯，真细心。必须的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哎，等一下就数好了啊。好。给。我找了好几个调水台找到洗面奶，看见脸黑的，赶紧洗洗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用洗面奶洗脸吗？啊，不用，我这还能挤出来点，你用吧。啊、行。干啥呢？你这半天还没洗完。是我这个洗面奶是不是假的呀？我这怎么越洗越黑呢？等会儿我看看。这，姐、嗯、你是不是虎啊？谁买这个当洗面奶啊？我好像拿错了。你这出门不带脑子呀？就是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洗面奶是假的呢。我再洗洗。哎呀，这火龙果籽这么多，让人咋吃啊？我操，你删票吧！人家火龙果扒了皮就直接吃了，籽儿也能吃。给你尝尝我这个吧，删除可贵了。
刚才我咬了一口，就是有点涩，可能没熟。你俩是一个比一个没文化，这山竹得扒开皮吃里面白色的肉，不是直接吃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个太甜了，你要吃你吃我这个菠萝蜜嘎嘣脆。给，刚给你买的洗头膏，你这一周没洗头，赶紧洗洗去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洗吗？啊，不用，我也刚买了，我也洗一下。我这都洗完了，咋还没洗完呢？不是，我最近掉头发好严重啊，我是不是得病了？我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个洗头膏怎么这个样子呀？我看，吉热，你是不是虎？哪有人买这个当洗头膏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看错了。你这个脑子，就是吓死我，我以为我得病了，洗头去。我真服了你一个大学上了四年的人，帮你小侄子看古诗词，这看上一句写下一句多简单啊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右擎苍，这小学都学过呀，你咋教的呀？有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自称亏不含糖。啊，不是你不会用手机查这？哎，这都不重要，我小侄子还让我给他看英语题，我英语不好，但是我也告诉他正确答案了。我看啊，中文翻译成英文，这你还不会、啊、北京烤鸭，北京 roast duck 啊，促进消化这确实难。哎，查了查了，促进消化英文是 promote digestion， 这不完事了吗？你叫人啥呀？北京烤鸭。北京嘎嘎嘎啊，那促进消化 go to the WC、啊、patience is我真服了你一个堂堂本科大学生，帮你小侄子看生活常识题。小明带着一张十块的、五块的和一块的去超市买文具，铅笔盒六块，小明应该怎么付钱？请写出两种付钱方式，这多简单呀！一张五块的，一张一块的，这不就六块吗？对呀，或者你给他一张十块的和一张一块的，让老板找你五块，这不也行吗？你叫人这啥呀？啊，两种付钱方式，微信支付、支付宝支付。啊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我真服了你一个大学上了四年的人，帮你小侄子看古诗词，这看上一句写下一句多简单啊！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啊！春风又绿江南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这不小学都学过吗？你咋教的人家？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横扫饥饿，做回自己。春风又绿江南。练习时长两年半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我真服了你一个本科大学生，帮你小侄子看学习。八百加八百等于多少？多简单啊！二百加二百，四百。四百加四百，八百。这不都对吗？你教人的是啥呀？八百加八百等于多少啊？十六百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玩狼人杀就没输过，这回咱得加个赌注。直播穿女装还直播倒立洗头？要赌就赌个大的，穿着女装倒立洗头敢不敢？赌就赌，听行不行？怎么回事？我昨晚手刀就刀你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女巫，急着这条狗命我救下了。怎么着？而且我还有复活甲。不行，怎么改完色了？我赌穿一次。哎呀，把这个最大了，该你了。七个六啊！你怎么多俩骰子？咱也没规定用几个骰子呀。就是，咱不就用几个骰子了吗？不去，你俩今天是开挂了，商量好了一起整我。早知道你心里盘算小九九，这点鬼点子我俩还不清楚吗？你俩太过分了，这是拿我当兵种打了吗？所以啊，还得练。打手女装倒立洗头啊，直接黑丝先穿了吧。你俩这连起来诓我呢？你这是？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方式是卧底啊，一定要描述清楚。嗯。啊，我这个东西吧，小小的，营养成分很高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吧，闻起来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吃起来甜甜的，我喜欢吃。哦，原来你们也吃过呀？那肯定啊，这不会没人吃过吧？好、哦，也对，随处可见嘛。我天天都得吃点，有硬的，也有软的。软的？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是在课桌下面整到的，但是怎么可能是甜的呢？不都是咸的吗？咸？哦，你们是咸菜吧？那你们的是？吃葡萄干啊。我看那都我的就是咸菜，咸菜我不信。给大家建议，这春节没事啊，就跟朋友玩手游上上分。哎哎，过来帮我抓一下。给。这啥呀？这你不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这手游跟桌游它不一样。哎，又死了。哎，给。跟你俩玩就上不了分，你答应你不放大是不是思想有问题？要不玩无限福利吧 ，CD 那么短，你总会放大了吧？
哎，你还有新年皮肤呢，我大爷赢一把，你送我一个怎么样？赢一把送你俩，反正跟你玩也赢不了。你倒是放技能呀，无线火力 CD 这么多，你还不放大？别急，看我操作好吧，等一个时机。看你操作，根本不可能赢。Victory！ 又赢，欠我20个皮肤了，大爷。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喷火水是我底啊，一定要真诚。嗯，啊，我这个东西吧，很浓郁，有苦的，有甜的。我这个圆圆的，黑黑的，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吧，就特别喜欢吃。啊，我在羊角旁捡的，但我没吃过甜的，都是苦的。有时候我还把它当珍珠奶茶里珍珠喝。珍珠？不，羊角旁边怎么能有呢？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小时候我经常领朋友去捡着吃。不是你啥呀？巧克力豆。羊圈旁边怎么能有巧克力豆呢？那是啥呀？啥呀？你告诉我是啥？给大家建议啊，这个喷火游戏啊一定要创新。来，你先来。20个1，20个1，我3.6，半斤一，我不信，看你。数吧。249，你要再有一个一，我就赢了，你输定了。我一个也没有。我操！我给你变个魔术，这是个杯子，把它扣在硬币上。你猜，硬币还在杯子里吗？不在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你这不是骗小孩的魔术吗？我给你变一个，这是个空杯子，这也是个空杯子，看好了，别眨眼。哎呦我操！给大家建议，这个喷火水是卧底啊，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。啊，我这个东西吧，属于日常用品，我每天都需要的。我上厕所需要，吃饭的时候也需要啊。你俩经常用？那肯定。这不会没有人不用吧？啊，说出来怪不好意思，但你俩都这么说了，我也坦白了，我也经常用，但主要是因为好奇，还有就是吸水性好。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不是女生经常用吗？男生用的少。女生经常用。哦，你的是洗脸巾吗？你们的是卫生纸啊。我看见我的就是洗脸巾。被你俩猜对了。我不信。来，怎么说谁是卧底啊，看到这些词儿简单描述一下，一定能骗人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大家日常生活中很常见。我很喜欢这个，该你了。我不喜欢，我从小就不喜欢，我对这个没什么感觉。骗人！你刷视频肯定看过这个，你经常艾特我呢。没有。哎呀，那肯定骗人了。我可坦白，我看视频看到这个，我都得多看两眼。你肯定骗人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小时候舔过一次，但我心里接受不了。我也舔过，我很喜欢这个。你俩都舔过啊？我也坦白了，我也有这个想法，但我没有你们俩那么大勇气，我就想想，没敢尝试。啊啥不敢？你说你俩啥呀？我俩是鸡爪呀！我看你，哎，我的也是鸡爪，你刷视频见过吗？我不信。玩游戏的高境界，我不跟你吹牛逼，我玩五子棋就没遇到过对手，我要赢了。别嚣张，无中生有。我要赢了！哎，这咋还得出锦囊牌的呀？你别着急，看有没有机会反转。有啥机会就要输了？不能反转。好了，玩这场小游戏啊，考你俩一下，夏天蚊子特别多怎么办？这多简单，用蚊香啊。哎，你太聪明了啊。蚊香放门口它就不敢进了。不给它点着啊？还能点？这是不是你真是个老六，蚊香你都不会用，这蚊香你得吃啊。啊，为啥呀？你如果你吃了，那蚊子就觉得你有病，你不行。咱玩调养料小游戏啊。我先来。果缤纷 plus， 这这不还是果缤纷吗？你不懂，这个叫升级。哎呀，王老吉，蓝色尖叫啤酒，这啥呀？老色啤酒。